赞美，非常的美丽。好，换了。非常美丽。哈利路亚。非常美丽。弟兄姐妹。哎，是A还是G啊？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赞美，不要保留你自己，阿门。大手阿门。对啊，留啊。跟马面说毫无保留。没吗？毫无保留。我们关系没关系，继续啊，继续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到的毫无保留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钱都奉献光，而是应该是A，但是G没关系。你不要想到你自己身上，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什么样的问题？没事。或是你的身体的一些限制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将你的全人全心献在上帝的面前。阿门。弟兄姐妹，当你毫无保留的献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就要动工在你的身上。阿门。上帝就要动工在你的身上。阿门。阿门。举起手，一起来祷告。今天晚上你要经历上帝的恩典。阿门。今天晚上你要经历上帝的同在。阿门。跟主说，我毫无保留的来到你的面前。阿门。主，我不保留我的声音，不保留我的体力，主不保留我的任何一切，主单单将我自己交在你的面前。主，因为你配得，你配得我最大的赞美。主，你配得我献上一切给你。主，因为你配得，一起同声开口，再次把我们自己带到上帝面前，同声开口来祷告。Yeah.
这是你喜悦的态度。主，我们不为我们自己保留什么，主，让我们将我们的全人全心献在你的面前。主，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主，带着一个最美好的态度来敬拜你，带着一个最渴望的态度来敬拜你。主，就在今天晚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经历你。主，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要来寻见你。主，就在今天晚上，求你亲自的动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再次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，来，对对，哈利路亚，大声的赞美归给神。
在你的心中带下滋润。数到三喊三声主啊主啊，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主啊主啊进主啊，求你来释放我的心，将你的心全然的敞开，向他来祷告。今天圣灵的能力要触摸在你的身上，今天圣灵的释放要充满在你的身上，今天圣灵的自由要充满在你的身上，今天圣灵的医治要充满在你的身上，将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，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。
我们的祷告。生命在我